我发誓，我的心里时时刻刻都只有你。卡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卡了。苗小姐，卡了。江伯安嘛，没那那样哦，眼睛哦，是他不放开，是他不放开。单身太久了，你。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遇到小鲜肉就这样子？跟我上次是一样的。哎，明天就毕业典礼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来讲哎，明天就毕业50周年了。立奇，明天就要毕业了。我妈妈说。他说女孩子不需要念那么多的书，所以我可能要赶快去找工作了。你呢？我男儿志在四方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要再继续出国深造。没关系，高中毕业之后，然后在大学毕业，我要继续出国深造，然后拿一个博士回来光宗耀祖。上娶你，那你的心还有我吗？我发誓，我的心里时时刻刻都只有你。卡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苗小姐，江伯安嘛没那那样哦，眼睛哦，是他不放开，是他不放开，单身太久了你。对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遇到小鲜肉就这样子？对，跟我上次是一样的。哎，哎呦，你搞傲了皮了，你搞精精。我你根本水质嘛，你你怎奈？哎，像对我第一周。我连那家伙立马来来来。刚刚观众都很投入的，你被 N 比夹先哦。哎，麦克掉了，很高难度哎，这可能在空一他们这一趴戏哦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不啦，你们这要凭演技了，这要靠演技啦，这要靠演技啦。能 A 加高 N 能 A 加高，越不合理就越要演技啊。我不能看麦，搞没那 N 人，我来看麦。麦不要喝我，阿没话嘞。啊对哦，哎嘿，奇幻同学会 Action。明天就毕业典礼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来讲哎，明天就毕业50周年了。各位这不成哦。哎，你应该是校工哦。校长，你拿工。这校园无恁的戏啦！哦，哎，较正经哎，咱尊重吧。来来来来，就操场来这个来恁两个。天哪！明天真的要毕业。等一下，你们一直笑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？啊，不然这样子你也一起笑。好了，确定戏啊？你一直在侮辱我。不是啊，我很想好好跟你演爱的久的久。一辈校园爱情文艺悲剧片，哎，喜剧啦，喜剧啦，一辈 action， 明天要毕业典礼了呢，真正专业演员岂不在笑？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要毕业了，就说我要走了。哦，安尼较好啦。我直接乌鸦行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头前吊过了。啊，来来，背对你，你较好演嘛。好，背对背对。不啦不啦，紧啊！你头前，哎呦，你莫讲我讲好。好，预备。预备 ，Action！ 碰，明天我们就要毕业嘞。啊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妈妈说，
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就说不要再念那么多书，由大学毕业就好了啦。那你呢？男儿志在四方。我出国，我出国拿着博士回来。人咧拜就煞，到台湾国语。嘿呀，讲这个啊，这嘛是安怎？该你讲话，你不要看我，你讲话。我要讲什么？你要问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仲英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拿到博士就回来娶你。回来请我。娶你。我相信拿博士。把那个尺度控制一下，好吧？那你的心呢？心在这边。心在这边。那你的心呢？你的心里还会有我吗？我发誓，我一回来就会娶你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对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喂，啪啪啪，不舒服，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导演，导演，这款戏哦，看到人规个拢唔好起来。对啊，不舒服。你要审慎的知道你的票要投给谁。对啊，导演，你真的哦，这选择很重要哦。起码第三桌要来啊。好，来。看完你就知影讲，这票要投你倒位。是，谢谢啊，导演。导演，哎。这是我跟导演的初吻。你刚舔过椅子哎。就为了校园里面，侏罗纪公园。一贝贝，叫杜恩哦 ，Kevin 就要毕业了。Honey， 你毕业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知道，我的心里也只有你。你毕业要出国深造，那你要把我放在哪里？你把我的词都讲光了。你讲的事拢伊的事嘞，你两个即马是咧哪？真的，你们不要吵我们好不好？我赶紧想办法嘛。哎，台湾的时间真宝贵的，刚刚。老板，各位头。各位头。人去差比武，你是边仔咧化修？那我主意发挥嘞。过来的男儿志在四方，我就行去。OK， 阿你位后边男人，预备，看嘛 ，Kevin。我知道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人生应该还有更远的地方可以去。下去。我记得我女朋友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人。你去参加橄榄球队哦。他那是啥物？刚才我有加冬啊，无啥物出来。那比赛啦。是。我开，我开啦。是啦。加加油。是我会看，我袂习惯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把你掌握住。但是我一定要离开，我没有办法。就算你不让我走，我就是要走。哇，你别用来找孙啊！哎，孙！孙啊！你屁股对着墙。看。那对不起，学生片。算，不，枯木台不接啊。哎，阿你后边拢不能看啦。